本文综合整理自新之源 ID Aaron 中国站长站2017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微博评论今年的人才大战真的是一波接着一波前段时间十个城市抢人才送户籍送房子送票子送户籍送房子送票子各城市人才争夺战升级你的学历值多少钱现在又升级不单单是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企业单位也加入到争夺的漩涡中来了随着新华社近期推出了 AI 合成主播 AI 应届博师生的年薪成为网友们关注的重点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去年 AI 领域的应届毕业生硕士生约为30万年薪博士生约为50万年薪新智源 ID AI Era 去年曾发表过一篇关于人才年薪的文张披露了某猎头的一份薪酬表当时表上的 BAT 以及谷歌微软等企业博士生年薪普遍在60万上下以与上述 AI 领域的博士生年薪不相上下来源新智源而今年国内 AI 薪水行情仍在蹭蹭蹭的往上涨虽然硕士生的年薪几乎没变但博士生的年薪却倏地上升最高窜到了80万元一年还有些准备布局的 AI 领域先锐企业尽管目前没有考虑好具体价位但是正打算包高价从互联网巨头处抢夺人才国内如此国外亦如是根据美国求职网站 Glassdoor 今年发布的人工智能人才招聘来看 AI 领域内 Top 15薪酬最高的是 AI 主管年薪高达25万美元约160万人民币第15位深度学习工程师年薪约为18万美元约119万人民币不过这些高薪岗位大多是需要多年行业经验积累的来源 https://www.glassdoor.com Research today's iJobs 不过即便高薪如此国内不少企业仍存在人才缺口据2017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显示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分布极不平衡全球 AI 领域人才约30万其中产业人才约20万人大部分分布在各国 AI 产业的公司和科技巨头中学术基础被人才约10万人分布在全球367所高校中目前在这些有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高校中6000家名为 AI 领域学者以及7万家名 AI 相关专业在读硕博生每年 AI 相关领域硕博毕业生约为2万人但市场需求却是百万量级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想学人工智能的现在还来得及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包括国内都有相关专业譬如国内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含有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自动化软件工程等都隶属于工学这个一级学科许多高校的计算机系电子系自动化系等院系都进行人工智能领域的学术研究来源2017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针对这一现象微博网友们的吐槽可以说很实际了我估摸着90后甚至00后拥有高学历高技能的技术人员拿到百万年薪应该不会很困难不过入行需谨慎并非是个 AI 博士工资都高傲、哦、不说了我还是好好搬砖吧